这怎么都是素菜啊？不整几个肉菜？好，我今天太忙了，没有时间。忙什么呀？今天你不休班吗？怎么没时间了？哎呀，说是休班啊，但比上班还累。我上午陪父母去做体检，下午还得给孩子洗澡。我这连轴转了一天了，现在就是吃这些吧。我这说一句，你十句等着我呢，哪那么多理由啊你？对了，老公，这个月的工资你还没给我。什么工资？我工资为什么要给你啊？那家里的开销不需要用钱吗？我带父母去做体检，孩子的吃饭、衣服，还有这做饭，不都得用钱吗？要不这样，你每个月给我2000。你不上班啊？你上班，你老板不给你发工资啊？你自己有工资，你老惦记我的干什么呀？可是我，你干什么呀？有什么好可是的？好吧，一会儿吃完把这收拾了，把我那西装给我运了，我着急穿。妈，你慢慢吃。王蕊，不是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这衣服洗完都晾干了，我这衣服搁这多少天了，没人给我洗是吧？自己衣服自己洗啊，你又不是不会用洗衣机，以后你自己衣服自己洗。不是，嘿，妈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什么态度？这是想干嘛呀？这是洗个衣服还用？哎，妈，你干嘛去？来吃饭啦。怎么我这碗里没有饭呢？我只煮了我和妈的饭，你要想吃啊，自己煮去。哼，米呢？没米怎么做啊？我只买了我和妈的米，你要想吃啊，自己买去。不吃就不吃，有什么呀？妈，咱们吃。你做的这个酱香香锅味道真不错，口感不辣，酱香味十足，比外面卖的还好吃啊。妈，我知道您不能吃辣，所以特意用了这个酱香香锅料包，用它做出来的味道口感鲜香，好吃过瘾。而且他家还有一个麻辣味的，也很好吃。他家配料表也特别干净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吃。哦，对了，现在直播间搞活动，9.9元发3大包，超级划算。嗯，那真是又好吃又划算呢。哎，家里怎么突然停电了呀？哦，这个月我就交了一半电费，估计是用完了吧。什么？啊，水费我也就交了一半，你洗澡的时候小心一点啊。王蕊，你这么跟我聊天是吧？啊，你至于这么计较吗？咱是两口子，是夫妻。哎呦，我都忘了咱俩还有这层关系了。人家合租还平摊水电费呢，我跟朋友出去吃个饭还 AA 制呢，你就像一个铁公鸡一样守着自己的收入，而且还理所应当的剥削着我，这样也算是夫妻？行啊，你现在敢这么跟我说话，有脾气了是吧？我看你就是找抽你。